喂 ，Lawrence， 咁耐冇见，最近去咗边度玩啊？我梗系乖乖地留喺屋企啦，不过闷咗咁耐，梗系出下嚟噶嘛。叻 Popular 咧就啱啱搬去新嘅地方喎，就喺以前嘅铺头隔篱啫。咁我今日就嚟到新嘅铺头，同大家介绍下两款关乎冒险嘅手表陀飞轮，一个上天下海。哇，咁犀利，咩表嚟噶？首先我介紹咧，依款咧就係香港嘅品牌 Asonic 嘅 Style 系列嘅航空主題嘅陀飛輪。Asonic 係一個香港新進嘅品牌，近年咧好積極咁啊研發陀飛輪手錶。咁最近咧推出咗航空主題嘅陀飛輪，佢係 Asonic 嘅首上鏈鏽空陀飛輪，有42小時嘅動力儲存噶噃。呢個系列以飛行無界限為創作嘅概念噶噃，我特別設計出咧多切割面嘅錶殼，睇落好似咧不規則咁啦，但係咧錶殼同錶帶之間嘅銜接位咧係好流線型嘅，戴上手咧就好舒服，係唔會頂住個手噶噃。我仲見到條錶帶有啲好特別嘅紋噶喎。啊係啊，話到明咧係以航天為主題啊嘛，所以錶帶用咗電導嘅雷達波長紋同埋迷彩紋，都係 Asonic 自家設計嘅紋理嚟噶。喺顏色方面咧，都係偏向咧金屬感啊，用翻咧啊鋼嘅原色啊，撞咧嗰個紅色啊、黃色啊，好 sharp 好搶眼。聽完你咁講，啲太空味出曬嚟啊！但係咁都係同太空有關啫，我見唔到有航空嘅元素喎。你再細心啲睇下個錶面先啦。我見到個錶盤鏽空咯，你見唔見到11米至到2米隱藏咗個戰機嘅樣喺度噶？佢嘅靈感又嚟自啊 F-117 夜鷹戰機，佢係美國空軍嘅隱形戰機，亦都係世上第一架隱形戰機嚟嘅喎。又係喎，真係隱形得好好喎。當然啦，嗱，亦都可以睇下咧呢個錶盒喎。你唔好淨係睇只錶喎，呢個錶盒好靚嘅設計。我拎上睇下，最正你睇下隔離有隻隱形戰機嘅俾你睇下，嗰啲嘅線條咧同呢個一樣嘅，佢採用翻咧隱形戰機嘅概念咧去做埋呢個盒，所以我哋買呢個錶嘅時候，亦都好要好細心欣賞呢個錶盒噶噃。咦，我仲見到隔離有隻好巨型嘅錶喎，快啲介紹埋俾我啦。好啦，等我介紹一下呢只咧美國品牌 Invicta 以海洋為主題嘅陀飛輪喎，你睇下係咪好大隻好有份量咧？呢個系列係由美國嘅足球員咧 Jason Taylor 同埋 Invicta 合作設計嘅喎，咁啊運動員通常就好大隻噶嘛，梗係要一個戴翻隻大隻啲嚟襯翻啦。呢個錶足足有54mm 咁大嘅，今次係用咗海鷗首上鏈咧陀飛輪做機芯嘅噃。除咗用咧藍色嚟呈現海洋之外咧，錶殼嘅設計咧係成為咗波浪紋喎。你打側睇下呢個嘅錶咧，就睇到咧呢啲波浪紋嘅形態啦。錶面咧亦都做咗咧一個藍色間同埋金色嘅波浪紋喎，呢只錶咧仲有一個好特別嘅設計嘅地方喎，就係咧佢嘅錶帶嘅設計啦，就金色嘅鋼帶上面咧有蛇嘅鱗片喎，襯曬我哋咧今日嘅冒險嘅主題啦。哇，咁大隻又係鋼帶，會唔會好重噶？其實設計呢款陀飛輪嘅時候咧 ，Invicta 已經考慮到咧依一個問題咯噃，咁所以錶帶咧係用不鏽鋼加直膠去組成嘅，咁外面嗰層係不鏽鋼，咁包住咧直膠喺裏面喎，所以你望上去咧就見到鋼嘅部分啦，但係戴上手就好舒服嘅噃。兩款都咁特別，我真係唔知點揀好喎。唔使急，落嚟中環嘅萬怡大廈 Lab Turbulon 陀飛輪專門店慢慢揀啊嘛。不過兩款都係限量發售，唔好諗太耐啦。另外咧，我哋仲為咗 Lab Turbulon 嘅會員準備咗一份驚喜嘅優惠喎。任何會員咧可以用一個體驗優惠價99蚊選購咧 Inspire 嘅防水錶帶一條。銀會員可以用99蚊咧就揀原價價值299蚊嘅錶帶喎。金會員咧就可以用99蚊揀原價399蚊或以下嘅錶帶，鑽石會員可以在所有系列裏面用99蚊揀任何一條嘅。再提下你啦，我哋咧搬咗去隔離鋪103號喎，咁千祈唔好揾錯地方啊！今日咧我講到依度，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